我是一年制班曾子琪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年制班黄巧虎。哇，寒假到了，哎，我说子琪啊，寒假你有没有去哪里玩啊？呀，我去日本。啊，真的哦，我也好想去日本哦。哎，你在日本有吃到什么好吃的啊？哟，我吃到日本好吃的草莓，比台湾还好吃哦！哇，我也好想吃哦！啊，我也好想去哦！哎，那你有买什么纪念品回来吗？有，我有买一个美人鱼枕头。啊，长什么样子啊？哦，我好想看哦！对对对，在你后面。哇，好大哦！它有多大啊？这么大。啊，跟我一样高。哇，来比一下看。哇，真的跟你一样高耶，也好漂亮哦。哇，哎，那我问你哦，那你去日本有去哪里玩啊？哇，听说现在日本现在正在下雪呢。哇，我也好想去哦。我去日本滑雪哦。真的哦，我也好想滑雪哟！哇，滑雪好好玩哦！下次记得带我去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哦，谢谢你。哎，那寒假你有去拜访谁吗？这次寒假有遇到过年哦，你有去跟人家拜访拜访吗？有，我有去跟保姆拜访。啊，保姆就是从小照顾我到大的保姆。哇，那你跟他感情一定很好咯。答对了。啊，我也有保姆，我的保姆不知道去哪儿。嗯，好吧，那在这里，既然寒假我们要过，遇到新年，那我们跟大家拜个年吧。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！来